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六月二三，古历五月十四，礼拜三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军。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连续几天的大雨，致使中华县内不少道路崩起，花坛甲大川交界南丰寮溪沟，也因为天花崩起，致使边的房价路进行紧急封路出施。有包厢等咧花岗沟进行水道清理工程，外援偌千米顺势发现，清理人员将清除了的布袋人直接放水流，马上要求相关单位加强监督施工作业。热天是瓜果盛产的季节，不过近日受到好大雨影响，授粉结果率拢无啥好，按原本逐工会当采收三四百条的菜瓜，即马减少到敢若剩一成。连续几天的大雨，让彰化县内传出不少淹水灾情，还有不少道路的路基被雨冲到崩起。花坛的三分路就因为路基流失，已经封闭双向通车。花坛和大川交界南丰寮溪沟，也因为天花崩起，致使边的房价路也紧急封路。连日大雨，趁着雨小垮停，排水界水马提起，才能清楚看到高边的天花已经去予大水冲到崩起。这条排水沟就是花坛甲大川交界的南丰寮溪沟，沟顶的道路就是花坛的房价路。这条沟啊，是五十多年前八次水灾了后来整治，雨花也是早期用石头贴的，才真容易予大水冲坏。咱这条房价路，拢讲这较早人讲的砌石花空的啦，然后伫民国五六十年的时阵都做的，啊，但是呢时间久啊，啊较早这安眠土咧做吼无用，所以拢会看到这真侪大石拢开始咧落，啊，伫咱花坛这块吼，即卖因为即届落雨，啊，这造成这个路基掏空，地层吼开始有小块拢无去啊，地质拢无去啊，啊，咱看到花。第一花坛甲大川，啊大川人这条吼拢考量真水，荷花拢有定做，但是咱花坛这站吼拢完全无定做。香港所目前是先将房价都全线封闭，避免天花继续崩起，危害行车安全。同时嘛，通报管府水资处进行抢修，长期计划就是当规条拢定做，强化荷花，避免搁再发生同款的代志。大彰新闻中盛花坛采访报道。连日好大雨影响，花岗沟水流快速涨起来，但是游员发现有包厢正在进行布袋人的水道清理工程，过程非常危险。管理员罗清美顺势发现，清理人员将清除了后的布袋人直接放水流，是马上要求相关单位加强监督施工作业。连日好大雨影响，花岗沟水位快速涨起来。二十三号上午，看到包厢伫水道咧进行布袋人清除作业，看起来相当危险。水位都蛮涨的吼，啊，拄仔咱看到一挂包厢吼，啊，好一挂迄个员工啊，也许是外籍的，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吼。啊，伫内面伫咧挂遮个草啊吼，啊，看伊大家拢挂到安尼吼，足危险的吼。我觉得他们也是安全，也要给他顾虑好，而且这些杂草啦。布袋莲也好，遮个一挂遮个杂草也好，阮建议的是讲应该要护起来，并毋是讲挂挂放水流吼。啊，听包厢讲是讲下一个水温才要炸嘞吼，但是我拄仔已经看过啊，伊是一直要流去吼，拍算要互伊出海啊。我感觉讲吼，咱的工程吼，爱监督也好吼，爱该互人的钱爱互人吼，互人做较完整的吼，该拖走就爱拖走，啊你放水流。啊，人工唔是同款，佫要发啊足侪吼，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佫发足侪吼，啊，对这個工程就无效的吼。官员罗清美表示，伫巡视过程当中，伊发现清除了后的布袋人，拢直接放水流，一直到出海口，安尼根本就无确实改善情况，要求相关单位要加强监督，时间作业，较袂白了工。大中华新闻叶宏武，山西采访报道。
热天正是果果盛产的季节，山西农民王耀宽今年伫果园种植400丛的菜瓜，伫五月初种植采收期，但是按六月起，连续受到好大雨影响，授粉结果率无好，按原本逐天会当采收300-400条的菜瓜，即马煞干来当采收20-30条。热天原本是菜瓜盛产的季节，山西菜农王耀宽今年试地温室种植400丛的菜瓜，按五月初正式进入采收期，但是六月连续受到好大雨的影响，授粉结果率无好，产量减到干那剩一成。没有像今年结果率这么差的，因为虽然我种在网室里面，里面还有靠蜜蜂菜去授粉，今年从五月份开始采收到现在持续。到六月初开始，一直大热天，它的量产量就不高了，因为它的胎热受那个授粉也不好，哦，结果来到这一两个礼拜，又连续的下大雨，一天400株丝瓜采不收不到30条，粗粗的。粗粗里面肉比较细，想要吃到幼咪咪的菜瓜，得要拣外皮较粗的。但是即马你想要拣也无法度拣，菜瓜受到核污影响，授粉无完全，或是因为水分伤多，菜瓜出现闭亏情况。王亚宽表示，本来要交予市场，但是因为产量无够，干来当家己卖。产地介绍一条35元，需要先敲电话预订，才有机会吃到幼咪咪的菜瓜。台中华新闻叶芳吴山西。彩虹报道，随着北龙果菜市场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彰化县23号上午，伫溪湖果菜市场启动市场工作人员抗原快筛，严防出现疫情破口。大家好，我是风友医师杨家贤。假使你甲 COVID-19 确诊的个案，曾经有密切的接触，且心留踮咧厝内自我隔离，等候卫生单位的通知。除非有需要，马上去看医生。若无，请莫离开住所。伫厝内底，请单独一人一房。避免甲大组伙的人接触，甲公家用洗身躯巾。请挂好嘴罩，甲注意手部的卫生。嘛，使用有透布过的漂白水甲酒精来清洁会定期接触的物件。即使你毋是需要踮厝隔离的密切接触者，请爱自我健康监测14天。若出现以下症状，请联络119，卫生局也是1922。照指示去看医生，也是体检，绝对袂使坐大众运输工具。嘛爱主动说明你可能的接触史，指挥中心关心你。一品居家防疫凯擘大宽频老用户专属回馈，6月30号前免费升级到120枚，数据机断电重开即可，另有短期防疫专案，月付699元起，再想买 video 追剧看到饱 ，UniGym 客厅就是健身房，请洽当区服务业务或客服0809-051-080。今麦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军。明仔是拜四，也是古历5月19。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伫遮南方，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适合机号。继续提供详细农民历资讯予乡亲参考。武汉肺炎台湾本土确诊病例，今仔日新增加104例，单日确诊个案阁登来到100位数，确诊死亡个案阁新增加24个人。伫彰化县的部分，今仔日新增加1例确诊者，同款是来自民俗信用活动甲社区服务款的群组。
彰化县本土疫情较紧，今日搁再增加一个，同款是按原林的民俗信仰团报连。今天增加了一个新的案例，那这个案例呢，是我们的民俗信仰活动的活动圈里面群聚的一个居家隔离的个案。那一开始框列的时候是 PCR 是阴性，那经过两三天之后呢，发病，然后采检就阳性，所以这是一个居家隔离中发病的个案，所以它不会有向社区扩散的风险。今日彰化县除了新增一名确诊个案以外，冒一名确诊者阳性，累计已经有八位感染者死亡。今天新增了一个死亡的案例，这等一下会介绍到这个死亡的案例。那整个的这个死亡致死率呢，还是一样七十一岁以上，尤其是八十岁以上，他的死亡率是最高的。我们把到目前为止八名死亡个案的一些基本资料再做了一个整理，各位看到大部分的年纪呢都是在七十几岁甚至八十岁以上。今天新增加这一例是大概是八十五到九十岁的年龄层，那他本来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因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无法关注，彰化县政府嘛紧急伫溪湖甲园林针对果菜工作人员来筛检。果菜市场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筛检了500人哈，那145个大概三分之一是造册之内的，那另外还有70%呢是来不及登录哈补造册的哈，我们也都给他做筛检，那全部都是阴性啊。那另外没有造册，造册有来，但是没有来的名单，我们会再追查。我们希望这个造册的名单里面，尤其是你跟北农有往来的，这种物流的业者、货运的司机，一定要做采检。第一标注射的部分，85岁以上的长辈，从按24号明仔开始，一直到26号礼拜六开始做。再次强调，明天就要开始打。85到89岁的这个族群哦，所以请大家准备好，依照这个时间跟地点哦，星期四前往来做采检，还前往来做疫苗的接种。好，请看下一张。好，我们有医院、有诊所，还有卫生所哈，看到那个时间跟地点，你就前往这些哦医疗院所跟卫生所去做疫苗的接种。因为咱彰化这几天的确诊者是按私人团饭代志团出来的，所以针对宗教祭祀的方的规定，也会加强来稽查。宗教场所要停止开放给民众来进入哈，那如果违反的话，我们可以处6万到30万元的一个这个罚锾哈，拜托大家哈。那如果说真的是有在做相关的部分，也请大家可以打110哈，或者打7531999，我们就会有专人来处理哈。另外，伫有新的辅助注射表的部分，已经开始预约注射。重点是一定要先甲妇产科医师讨论过，才妥当。大众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彰化市农业大馆真侪搬箱拢会在彰化收割到北龙交易，但是随着北龙果菜市场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彰化县23号上午伫溪湖果菜市场启动市场工作人员抗原快筛，严防出现疫情破口。今日北龙果菜市场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彰化市农业大馆盘商在收割伫北龙交易平繁。彰化县23号上午，伫溪湖果菜市场正式启动抗原快筛。昨天晚上就开始造册做一些动线的规划。今天早上有我们的承销商，还有我们的送货员还有我们的农民大概500多人到北农需要有快筛的证明才能进场的时候，那我们迅速请我们辖下的果菜市场西湖果菜市场、园林果菜市场以及各合作厂社赶快依他们最需要进场交易的人员进行造册，然后依照这个造册，我们在一天的时间以内请他透过果菜市场跟我们卫生局的一个组织然后设立这个快速的快筛站，期待这些快筛站到时候检验的报告可以让农民顺利进场去做交易。北龙确诊人数不断增加，除了影响南菜北送的交易机制，也严重影响消费者的信心。因此，23号上午，真侪货运司机搬箱拢来参加采检，较安心。当然嘛是会烦恼因为你像北龙遮尼严重，咱政府咱即摆办用还是足好一人工作即摆来甲你检查，安心当然一定较安心的
官府伫23号 KO 万林两个果菜市场安排快筛，另外5个果菜市场也另外通知采检的时间。摩商甲货运人员要等到摕到抗原快筛阴性证明，才当进入果菜市场。每7天来做一个检验，一直到疫苗施打完成为止。多种华新闻也放有 KO 采访报道。彰化县的交通路网在进步，有关彰化县东南角以及山脚路沿线发展的东中道路，预计在112年地当全线贯通。除了已经通车的中段，也就是台中高铁站到林厝交流道的中段，高铁站到彰化大桥的南段，也已经完成发包，伫要动工。北段的部分正在网络进行招标，预计9月动工，2023年完工。彰化县的重大交通建设搁在进一大步，关于彰化东南角乡镇甲山脚路沿线发展的东中道路，除了已经通车的中段，南段的部分也已经完成发包，准备动工。北段的部分正伫个网络招标，管府公务处预计这条路会伫112年来全线通车。这个路段呢，我们分成三个标案来进行哈。那其中一个第一标就是由北从花坛到大村的中正东路，那第二个路段是大村到园林的县道一四八，那最后一个标案是从我们的148县道到林厝交流道。那目前这三个标案都已经上网在招标当中，我们预计在今年的7月或8月完成发包，那在9月可以来动工，那在112年底能够来完工。公务处指出，东中道路北段的部分，乃当舒缓交通、促进地方发展，佫较有排水防洪的功能。新辟道路的排水沟佫较大条，会当舒缓山脚路沿线的饮水问题。这条路紧邻着我们的三角路，那早期只要像最近一些强降雨的情形，三角路跟附近的农田都很容易有淹水的情形，所以我们的道路的侧沟本来都是差不多1米宽，我们这个的路段有的地方有将近到1.5米到2米的宽度，那我们在花坛路段的部分也有增加了一些类似像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排水箱涵，来舒缓整个强降雨的排水，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公共建设，不只解决交通的问题，那也可以舒缓一些我们水患的问题。公务处强调，东中路按田中高铁站往南到彰化大桥的部分准备要动工了，北段按花坛东外环连接林厝交流道，预计9月份动工，并到112年年底就当全线贯通。大众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今天的报道台湾话，要教予乡亲什么款的意思，我们坐回来看麦。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今天的意思是广告，意思是广告、讲册、讲历史故事，或者是民间的传说。咱来看例句，我最爱听浙江广告，再来是俗语。老人不广告，少年不八宝。老人有很多少年不八的知识和经验，他有很多广告的题材，不管是民间的典故、传统的风俗、历史的演绎，都是宝。老人若不说出来，少年就不知道这些知识经验的重要性，就不会去跟他珍惜做传承。彰化县复兴东区胡伦社联合诚心企业捐赠一批防疫物资，甲2台电动自行喷雾车，予罗岗电工所提升消毒工作的效率。
迎继续收看《凯报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金。又感染本土疫情严峻，由地方企业组成的彰化县复兴东区胡伦社以及丰城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宏祥家具有限公司等，发起捐赠一批防疫物资，甲两台电动自行喷雾车，互洛江镇公所。这两台电动自行喷雾车会当轻卡伫洛江地域的巷弄内底消毒。适合运用在市场摊商以及公园区域，让消毒工作更高效率。这两台电动自行消毒喷雾车是复兴东区胡伦社、丰城贸易和宏祥家具所赠送的，因近日发动地档真轻松消毒环境，真适合小巷弄以及市场等公共场合使用。除了喷雾车以外，这届捐赠的防疫物资各300套防护衫，以及次氯酸粉16万公升。是福兴东区福林社哈，为响应疫情哦，紧急发动那个救灾的资源。那我们这一次捐赠辛苦的鹿港镇哦清洁队啊，消毒的物资啊，16万公升的次氯酸水。还有包含300套的防护衣，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社友哈，那个锦囊相助哈，也捐助了两台的那个消毒车哈。那希望这一次的防疫哈，这个绵薄之力哈，可以为我们鹿港镇公所，为防疫的工作哈，增加新的资源。罗岗镇长柯志宏也来颁发感谢状和纪念品，和东区胡伦社和诚心企业提供消毒喷雾器和公所，和环境消毒更加简单方便，摊商工作更加放心，民众在采买时阵也会感觉更加安心。感谢小三美日和徐董事长，那个宏祥家具的侯董事长，会当讲吼啊，关键这两只，尤其咱罗岗吼啊，真侪古迹区啊，拢会当讲伫这巷弄内底。啊，用这大较大部的这样迄个消毒车要入去，啊，真正不方便。啊，所以因就想着讲吼，啊，来捐赠这两部哦，这消毒车吼，啊，来当来穿拢在巷弄，啊，是讲伫市场内底，吼，这安尼市场内底吼，这安尼通道也较细，会使借助吼，再来做者消毒，啊，安尼会当吼，安尼这吼，咱所有的居民会更加更加放心，啊，是讲吼，咱地方吼，啊，在摊商市场内底吼，咧做这生意的人吼，更加讲哦。这波来到这吼，咧做些消毒，让因感觉讲吼，真正嘛真好，吼啊嘛，让因感觉讲吼，啊伫市场咧做生意，嘛会当讲有一个安乐心啦吼。希望伫防疫物资的协助之下，会当甲环境消毒了，搁较安全，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社会赶紧恢复较早的宁静。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对抗疫情，站在第一线的医护、警消以及卫生所人员真辛苦。罗岗因乐酒店就特制五型爱心便当，内底有煮鸡腿排、糖醋豆包、甲蛋卷，搭配其他营养的蔬菜，准备连续12天要发送840个便当，给医护、警消甲卫生所人员。除了表达感谢，也为因加油打气。罗岗因乐酒店副总吴家金扛着小桶桶的爱心便当，送到江滨秀团病院，替防疫站在第一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秀团加油，永乐加油！拍开便当一看，有着大大的鸡腿排、甲两卷是金龟顶配菜，这是酒店特别请总铺师搭配五型菜式，为医护人员健康把关。疫情期间，我相信各行各业都非常的辛苦。那当然，我们的观光业也受到不小的冲击。那就是因为这段时间，虽然大家都在休假，那我希望说我们永乐一样都上班，那尽一点我们微薄的心意回馈乡里。那趁这个时候，我们来研发了一些好吃美味的便当，来提供分送给我们这些非常辛苦的防疫人员，例如警消、医护人员，他每天每夜都没有休息，那替我们贡献这么多，所以就是说，我们特别研发了每天不同的菜色，让他们在享用的时候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爱心，然后每个民众都有替他们加油打气。
那特别呢，我们便当里面会每天有不同的菜色，那就是五行嘛，每个颜色都有均衡营养。因为酒店的心意，让伊来工作人员拢真感激，也让伊唔免搁再为着逐天要食啥，或者是无底买来伤脑筋。永乐酒店的林老板捐赠爱心便当，让我们的医务人员倍感窝心。那在防疫期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那也谢谢林老板的捐赠，那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疫情做好，那同岛营运，那整个彰滨秀传跟永乐酒店一起加油。以前地鼠工作量增加，尤其是穿上防护衫，都无法度啉水食物件，常常爱摇巴肚。有人提供爱心便当，让因感觉真温暖。会继续努力，站在第一线防堵疫情。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彩虹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总交易量是89公吨，平均的交易价钱是每公斤24.6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韭菜上价36，中价25.4，下价17.5。各类菜上价20.3，中价14.3，下价8.9。菜粿上价41.7，中价30.3，下价22.6。油啊上价68.5，中价38.4，下价19.2。肥啊菜上价102.1，中价79.1，下价33.5。今年上价45，中价34.2，下价20。保鲜杯上价25，中价19.9，下价11.1。汤头上价27，中价23.4，下价15.5。菜头上价17.5，中价12.4，下价9.6。白菜上价36.8，中价25.8，下价17.5。金瓜上价17.6，中价15.1，下价12.3。芹菜上价126，中价91.5，下价49。受到风面影响，全台各地容易落雨。受到降雨洗涤作用影响，全台空气品质良好。啊，若天气方面，第五号风台强皮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今仔日到拜五，台湾附近有梅雨方面，各地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提醒民众严防大量降雨带来灾害。以上就是今天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冠军，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再会。居家防疫，凯擘大宽屏老用户专属上网升频回馈，加码延长至6月30号。新用户月付699元起，即可享有高速光纤上网及多项数位服务。欢迎立即来电0809-051-080。
1, 2, 3。疫情投资谢谢呢，消防队救护车谢谢呢，送包裹的先生小姐、送便当的先生小姐辛苦啦，乖乖听话做好防疫的咱大家，咱大家拢是好宝宝，大家辛苦啦！啊，拉布拉布，拉布。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